今日2024年1月28日啊，我想借住呢条片啦，同大家讲啦吓。咁啊，呢两年几啊吓，我哋做咗呢个 Beauty Tan 嘅 channel 以来啦，得罪过嘅所有人啊，我同华哥想喺呢度同你哋讲声对唔住。咁啊，之后我哋唔会再去讲下任何其他人啲嘢噶啦吓，只会做翻我哋自己嘅本分啦，做翻自己嘅推介啦吓，同埋吓关于手表方面嘅嘢吓，唔会再去讲啊，或者系批评啊，或者评论啊，其他任何其他啲 KOL 啊，或者系其他啲人士所做嘅嘢嘅吓，咁啊。希望啊，我哋嘅支持者啦，一样会支持我哋啦。咁亦都希望啦吓，大家玩表系玩得开心同埋安心嘅。拜拜。